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像两角铃，从来不分离，有我俩心相依。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又与大家如约见面了。今天晚上，中国民歌之城山西左权再一次以他的千言万壑山吟泽唱，迎接着海内外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寻声而来，引吭高歌。在上期节目当中，十二位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共同合作，完成了第一轮的展演，用民歌咏唱生活。这一轮呢，我们将要唱的呀是民歌当中的爱情。其实千百年来，民歌已经悄然记录下了人们相识、相知和相恋的那些动人故事。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爱情。十二名研习营成员将通过翻盘的形式，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敬请期待民歌研习营成员和民歌传唱人的精彩表现。在歌声当中，我们常常寄情于景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爱意。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又会唱起哪个地区的情歌来叩开心爱之人的心门呢？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安徽芜湖。那么我手里拿的这个标签深深珠玉，代表的是陆老师。陆锦花老师是评弹演员，那么琵琶是评弹中的一种乐器，深深珠玉就代表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一种感觉。本轮演唱的歌曲是江苏民歌《彩虹铃》，它的曲调比较优美嘛，所以唱的话要尽量的甜一点，这样的话和陆老师的声音听起来融合度会更高一些。这次和陆锦花老师合作，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尤其是咬字方面，还有他对歌曲的处理。这个处理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声音啊比较细腻婉转优美，其次呢他对作品的处理也比较细腻，这是值得我学习的。像两角铃。
着船儿彩虹彩虹呀彩虹呀彩虹呀，哒啦呀哒浪有浪有起，哒啦呀哒没有没有心，就好像两角菱从来不分离呀，我俩心相印，划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嘛看分明，湖水清呀照双影，就好像两角菱，划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嘛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角菱。所谓菱是一种水生的作物，在我们中国啊，采菱的传统是由来已久，早在汉魏时期就有了采菱曲这样的民歌，它就是来自于民间的这样的歌谣，而后来呢，文人也加入了创作，比如说我们南朝时期的文学家江淹就曾经写过采菱曲，里面说子菱亦可采，是以解忧年。那到了宋代的时候，梅尧臣在他的采菱这首诗里边啊，还讲到了菱的形状和菱叶的颜色，他说紫角菱实肥，青铜菱叶老。比如说采荇菜，诗经里边就说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那我们的采菱呢，和采荇菜一样，是一种啊属于女性的这样的一种劳作。那我们传统的民歌的歌者就看到了在生活中的这样的一种美学，那些女孩子们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是勤劳能干的，是生机勃勃的。所以啊，无论采菱曲也好，还是我们这一首采红菱也好，它都可以说是在生活中发现的美学，是一首在劳动中写出来的诗篇。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是崔瑞宁，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同台演出呢？大家好，我叫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花开朵朵芳，花开朵朵呢是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芳呢就是代表我们民歌传唱人建芳老师。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呢，它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说这首歌有一个特殊的渊源，我爱人当时想追我的时候，他跟我学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今天呢我们在那个编曲上稍微创新了一下，加了一些这些现代的音乐元素，今天呢也特别期待，也特别希望和季老师一起在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上，把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也叫有了心思慢慢来，献给大家。樱桃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首歌呢，是地地道道的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而且是开花调里边特别为人熟知的曲目。唱词呢是常用比兴的，比如说樱桃那个好吃树难栽，有了那些香丝儿，哥哥呀你慢慢地来。然后呢用女声来与他应和，形容这个青年男女的爱情要长长久久。开花调呢其实曲调并不复杂，像这首歌呢就是一个上下句体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呢它的唱词内容却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老百姓呢不断地加进一些新的生活内容而不断地传承下去。娓娓道来的左权开花调，句句没有想和爱，但句句唱的都是爱情。欢迎瑞宁回到了我们的观演区，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开花调。那开花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调，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开花调其实是我们左权人常唱的一种小调，就是什么都能开花，比如说门哒哒开花，锅儿开花，板凳开花。那今天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几种不同的开花调，顺便也教教我们研习营的小伙伴们？可以呀、啊、我觉得瑞宁我们可以邀请白马错母来学一学好不好？欢迎白马错母。我们这一次教白马错母一首什么样的开花调啊？摘花教吧。七月里七月里来，很棒的，下去我一定把这首整首歌教会你。谢谢老师。谢谢白马错母，谢谢。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邀请英一俊，我们教他一个男的好不好？也是一首经典民歌，青疙瘩下河洗衣裳。青疙瘩下河洗衣裳，擦个掉跪在我石头上呀，小青疙瘩。青疙瘩下河洗衣裳，擦个掉跪在石头上呀，小青疙瘩。太好听了，那回去一俊要把这首歌学全了。对对对，肯定的，肯定的。谢谢一俊。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找一位自带口音的袁小征，小征来。袁小征学起这个开花调，感觉你看上就很有气势，很有信心的样子。是，听了这么多遍，我都快会了。好，那我们让瑞宁就教你一句短的，好学。好。会哥哥，忙大大开花呀不来来，忙外走就爱哥哥来，忙大大开花呀不来来，忙外走进俺哥哥来。这个特点就在这个哥哥来，哥哥来、啊、对。我觉得通过我们研习营的小伙伴们来学左权开花调，每个人都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开花调。对对对，希望大家在这个学民歌的路上，每一次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心里开花，歌声也能伴随着花的香味飘向千家万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来自于《诗经·秦风·蒹葭》当中的诗句，这千百年来传颂的歌谣，至今仍然为很多歌曲提供着音乐灵感。接下来，掌声有请陈冰带来《在水一方》。Thank you.
这首《在水一方》啊，它的歌词来自于我们《诗经·秦风》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其实就是啊，来自于秦地的民歌。我们古代的第一部民歌的总集就是《诗经》，又称为《诗三百》，里边呢有十五国国风。这个“国”的意思啊，就是地区、区域的意思。因此啊，国风也就是来自于各地的民歌。正巧在通志里边就说啊，风土之音曰风，比如说一个地方的民歌啊，就叫做风。朱熹在诗集传里边也说啊，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也就是说正是这些来自于各地的民歌构成了我们中国古代灿烂而且历史悠久的诗歌的源头。接下来即将出场的特伦，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来共同合作呢？又会唱起哪里的民歌呢？我是天伦，蒙语名叫特伦，来自内蒙古兴安盟。我选择的是快乐拉祜，快乐拉祜标签代表的是李娜罗老师。这次我和李娜罗老师带来一首拉祜族民歌混世。刚刚学习拉祜族民歌的时候，我演唱的感觉就是用长调的感觉。后来我跟他学习了大概四五天吧，录音的时候我听了之后相差很大，我找到了我自己的感觉，这是我特别幸福的一点。Yeah.
婚事这首歌呢是出自于一部电影，是拍摄于1957年的一部电影叫《芦笙恋歌》，它的音乐呢也是受到了拉祜族音乐的启发。那么拉祜族音乐的特点呢是结构并不长大，比较简洁，每一个乐句之间呢经常是会有一些变化反复。比如说像婚事中的曲调，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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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前边是这个8/6拍子的，后面是带附点的这种节奏，然后第二句你听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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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第三句还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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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实际上就是从拉祜族民间音乐中、民歌中得到了启发。这首歌呢，也是一经传唱呢，就受到了全国老百姓的喜爱。首先欢迎李娜罗老师来到我们的互动区，欢迎您。早就听说啊，咱们拉祜族人个个是能歌善舞，不论是节日的庆典还是民俗活动，都能把现场变成歌舞的海洋。这不禁就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在婚礼这么重要的日子，咱们拉祜族人会选择演唱怎样的歌曲呢？巴都是唱拉祜族古老的古调。日呀木帕什么是我们大家能一块儿唱的？可以啊，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唱一段我们拉祜族最欢快的一首歌，吉他弹唱《快乐拉祜》。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严心英的小伙伴们。刚刚我们的内蒙小伙子特伦选择挑战云南拉祜族的民歌，这不禁让我们更加期待藏族姑娘白马措姆，她又会选择挑战哪里的民歌呢？大家好，我是白马措姆，我是来自西藏。这次我选择的标签是金达莱，朴颖花老师，她的代表作也是《妈妈的金达莱》。而我今天要跟朴颖花老师合唱的歌曲是《阿里郎》。练《阿里郎》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朴颖花老师特别温柔又特别耐心的一词一句的都教了我，所以我今天借助这次的机会向朴颖花老师学习一些关于朝鲜族的民歌的知识。
提到谢谢朴云花老师带来了一首朝鲜族歌曲。我们知道啊，朝鲜族歌曲的唱腔是很有特色的，能不能请您用歌声给我们表达一下朝鲜族歌曲的特色？好的，我们朝鲜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谣是桔梗谣，我给大家唱哆啦吉。哆啦吉，哆啦吉，哆啦吉，星星闪出的白哆啦吉，寒都不离满，开哟都，提把古尼耶斯里塞塞，他弄你。太好听了，谢谢谢谢朴云花老师，谢谢大家。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来自山东的研习营成员徐子浩，他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怎样的歌曲呢？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徐子浩，我这次选择的标签是花儿开满山，这个标签所对应的民歌传唱人是萨丽娜老师。我之前经常参加临夏的花儿会，并在今年参加了中国花儿大会，在演出之余我参观了中国花儿博物馆，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在这个博物馆中，我看到了大量的老艺术家的手稿、音频资料以及视频资料，他们当地对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做了很大量的工作。我特别喜欢花儿，特别想去学习花儿，感受它的魅力。
呼噜噜噜噜噜，哈啦啦啦啦地飞呀，热啊热的勺子嘛，哦哟。我曾经两次去西北的这花儿会采风，读《诗经》的时候知道中国古代我们在这个山林溪谷之间，古代的人民用歌声在一起聚会，男男女女在这里面相爱，用歌声表达爱情。到了花儿会，我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古老的传统始终没有在中华民族失传。今天的人们仍然是一到花儿会就漫山遍野的去唱歌，提起花儿就想起花儿与少年。在西北唱花儿的地区，人们就把供养就叫花儿，形容成花儿，把这个小伙子叫少年。这首雪白的鸽子，这个花儿里呢是用了古代的一种结构，或者说一种题材，一种形式，就叫令。雪白的鸽子原来是苍啷啷令，就因为这歌里形容鸽子飞起来苍啷啷啷啷，他用这样的一种象声词描写鸽子飞在天上，鸽哨传下来的这个声音，用一对一对的鸽子，而且是老天做的媒，让一对对的鸽子配在一起，所以咱们人也应该是这样的，是天作之合。提到花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带着花儿这一隐于西北民间的音乐瑰宝，走出了西北，走向了世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看看西北花儿王朱仲禄的故事。是他几个的歌呀，他唱着这首《上句高山望平川》是西北花儿经典曲调之一，它的演唱者叫朱仲禄，被人们称为花儿王。花儿是一种民间曲调，诞生于中国西北的多民族聚集地，是各民族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金鸽子呢登上了紫松山，哎，那这个老汉家又成了个少。
今天和张军人一样，越来越多的人们传续着对花儿的热爱，这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将代代相传，永不凋落。今天我们的研习营迎来了一位四川话说得特别流利的波兰小伙子，他呢想来这里学习一首四川民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大家好，我是菲利普，来自波兰，我在成都生活了已经八年了，所以我已经变成了成都本地老外。在波兰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当时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些民歌，比如说抗宁情歌，还放了茉莉花。反正我来到中国之前，我都已经开始了解到中国的音乐，因为中国山很多嘛，然后以前没有手机，交流不是很方便嘛，可能就是在有一座山，然后那边有一群美女，他们就唱山歌，另外一座山有一群男的，然后他们听到了，他们就会回复啊，也是以唱歌的形式这样的，然后他们就是这样的交流，这样的相亲，那些好听的山歌被大家唱啊，被大家喜欢。这一次我唱一首抗顶情歌，跟云朵老师一起唱的，感受到了特别荣幸啊，真的，到时候我跟他掰一下龙门阵嘛。山有山，一朵溜溜的云游，段段溜溜照月在，坑的溜溜的尘缘，月亮的溜溜弯又弯，坑的溜溜的尘缘。民歌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民歌，然后小时候呢，我就特别好奇那句反复出现的溜溜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呢也查了一些资料才明白，这个呀就是我们民歌里边常用的一种衬字。所谓衬字呢，就是音乐和歌词不能完美的契合，或者说歌者需要加重语气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里边呀加上几个字。比如说啊，江苏的民歌里边有咿呀咿哒喂，我们四川的民歌里边有哟喂，这些啊都是衬字。在中国古代也有衬字的用法，比如说汉乐府里边有一首
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令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个令不知三个字啊，也是一种称字。所以咱们这首《康定情歌》啊，它不仅好听，而且呢，也代表了我们悠久的对称字使用的一种传统。它是歌者呀对歌曲的一种改造，也是歌者对情感的一种深入的表达。一首《康定情歌》印证着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也寄托着康定百姓对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无限期待。溜溜与爱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的姑娘和小伙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起去康定城一探究竟。跑马山下，折多河畔，四川康定一座因情歌而闻名世界的小城。在这里，茶马古道的足迹依稀可寻，汉藏百姓的欢歌响彻千年。今年75岁的省级康定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毛云刚，能够演唱最古老也是当地百姓最为熟悉的溜溜调。我一下这个就溜溜掉了，因为是跟这个康定这个山形盖的，山是一个在溜溜的，水也是个溜溜在的一溜，盖也是在的一溜，所以这个溜溜掉就一直唱到现在。随着康定情歌传唱四方的，不只是溜溜的山，溜溜的水，歌曲中张家大哥与李家大姐的爱情，也让天下有情人心驰神往。李大姐了，心漂亮，也会心现代的，又会当家的。说断掉后头就唱的跑马山上有多云，断断长在康定城，李家大姐一枝花就是指的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张家大哥看上她，一来看她人才好，二来看她会当家，蓝彩密码都双全，跑马情歌代代传，所以这就唱到现在。在康拉乡三道村，另一位省级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是藏族农民王泽富。不同于毛云刚，他唱的溜溜调则是本地的地角话。今世的溜溜木有单，在王泽富的吟唱中，看见的一切都能成为唱词。见山花时唱烂漫，见爱人时唱忠贞，见如今的生活时则唱无尽的幸福。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在我们唱起溜溜调，心里就更加高兴了。两口子啦，就把这个溜溜调传承，永远传承下去。情不仅有热烈的追求、率真的表白、坚贞的誓言，更有缠绵的相思。我身旁的这位是来自黄土高坡的歌手贺国峰。大家好，家乡唱相思的歌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几句歌词叫妹妹是哥哥的脸相柔，你把哥哥的魂勾走，半夜噩梦见呀回了那床，不想地方啊单相人。哇，谢谢贺老师。哎，我相信咱们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个个的家乡都有民歌能表达相思，对不对？徐子浩，在你的家乡是怎么表达相思的呢？大家好，我是徐子浩，我来自山东，今天想唱一个欢快的相思。好。小喇喇常在外，月月那不回来，少数那个船心儿啊，嘚儿一还要个荷包袋，满嘚儿一还要。
情郎哥哥常年不在家，但他要一个荷包，就是他要绣完荷包去找情郎哥哥。哦，感受到了，谢谢谢谢子浩。那日，你是云南佤族人，在你的家乡又会用怎样的民歌来表达相思呢？在我们家乡可能表达相思会比较直接，就是这首歌的意思就是，我亲爱的阿哥，我非常非常的思念你，我好期待跟你见面，就这样。谢谢谢谢那日。好，谢谢。真的是不一样的山水，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相思。接下来，不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来自黄土地上的相思，有请贺国峰为我们带来。神仙挡不住，人想人。这首歌用的是陕北民歌的素材，把这个沙浩浩林等等几个大家熟悉的陕北民歌的曲调用在里边。这首歌是在平凡的世界里，但唱的却是不平凡的感情，讲的是情人之间的思念。这样的感情全世界各族人民、各国人民世世代代都经历过，想一个人
会想得很痛苦，但是这首歌他把这人想人用这样的老百姓的话强调了人想人的这个痛苦，所以这首歌从一出来就被人们所喜爱，旋律是深沉，在这个深沉当中呢又含着一点忧郁，把人们思念爱人、思念情人的那样的一种感情淋漓尽致的、独具特色的表达了出来。唯月不可以为伪，民歌的歌声是真实的，民歌当中的爱情也是鲜活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吐纳都倾诉着最真挚的感情。桑间蒲上唱缠绵悱恻的相思，花前月下唱细水长流的相爱。今晚我们的歌声翻越了崇山峻岭，从跑马山到太行山，从长白山到阿尔山，山与山阻隔不了心与心的相连。民歌中的爱情历久弥坚，爱情中的民歌地久天长。再次感谢各位歌手的精彩演绎，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深入人心、触动心灵的中国民歌。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四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再见。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嘚儿呀的浪游行。我觉得彤彤是一个非常聪明也很认真，我们也是多次的沟通交流，怎么样营造这个氛围感，包括咬字的处理，希望呢可以给他有一些借鉴的作用吧。一个你一个我就好像两角菱，我感觉他是一位非常棒的歌手。唱得很好，昨天民歌最大的特点就是韵味和它的咬字，还有它的这个旋律，然后就是里面的感觉，必须把这个昨天民歌的感情唱出来。我觉得唱歌的人首先感染了自己，才能感染了观众。很开心跟特伦一起哼唱我们民族的歌曲，一开始他为我的时候我就用拉祜语唱给他听，然后我真的没想到他学得那么快，他唱的也是比较好。白马错模，他现在自己本民族的这个技巧已经形成了，在阿里郎音色里边呢，这种长短的这个感觉它需要流动起来的。节奏、颤音、绕音这块我给他教了很多，基本上是很满意的完成了。马的溜溜山有山，一朵溜溜的迷悠。这次呢跟一位老外帅哥来合作这首歌曲，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听到我还以为这个是哪位少数民族歌手，因为这位老外呢一直生活在四川，所以呢唱的时候还有点川普。夏季里嘛就到了这，女儿戏上脚呀，女儿戏上脚。他往来声音条件也比较好，也是唱民歌的，然后我就给他稍微的说一说我们花儿的演唱过程中的一个小技巧、小特色。他可能不太懂我们西北的方言，比如说《雪白的鸽子》里面有一句“下来是对对”，我就会告诉他：“哎，我说你这儿要唱哈来。”哈来的对对吗？我把有一些方言的字儿给他标出来了。他就能掌握好，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民歌就是一些地方的一个灵魂吧，我觉得它作为传统音乐吧更值得我们去推广。我骨子里的不管何时何地，我内心永远喜欢民歌。左前民歌代表了左前人民生活的一种热爱，
他们唱左权民歌感觉很自豪。我们就是要挖掘好民族的文化，好好的创作，好好的创新，一直往前走。我感觉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力，包括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热衷度啊，也在慢慢的高涨啊，我觉得这是未来可期的事情吧。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的歌手啊，真的要深刻的关注民间的声音，就说我们的民歌只有去寻根儿，你才能把那个最灵魂最有力量的东西给挖出来。我期待有更多好的民歌歌手，然后去演唱多元化的民歌，然后去把我们一些值得被留下但是已经鲜有人知的民歌去把它挖掘出来，然后让更多人听到，让大家爱上民歌。音乐其实它也是一种需要被吸收的文化，也是需要一点一点被扩散被理解，被这个我们海外的用户所好奇，然后到感兴趣再到热爱，就是它是会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希望唤起民歌，同时唤起的不仅仅是旋律，唤起的是这个民歌在你的人生当中代表着什么，唤起的其实是大家的共同经营的记忆，唤起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我觉得民歌魅力就是熟悉，而且是我们儿时的记忆。今天所有的歌曲都是在我童年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个旋律一旦响起，然后你感觉你浑身的情愫，然后所有的温暖都回来了。